金，我是你的老公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然后你是我这辈子遇到最棒的人。我知道我很爱念，但是同时这也是我对你的爱的表现。希望你可以忍受我的碎念，然后一起走完这段人生的路。谢谢爸爸妈妈包养那么大，谢谢那个爸爸妈妈把子欣培养的这么好，然后这么水准，对，很漂亮又会讲话，然后上个喜欢他，下个听他，我会尽我所能让子欣过上好的生活，是我会一起同甘共苦，好，不会。我会推开他。谢谢你们，白头偕老，在室内很难起啊。夫妻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要互相。用主要做性命来开始一条路。对，野花生讲，这人独居无好，我要为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，野花生让伊困当眠，伊就困了。我咧取下伊一个冰仔骨，佮甲肉甲伊合起来。野花生就用迄个人身躯上所刻出来迄个冰仔骨，做一个查某人。迄个人讲，这是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会当来称作查某人，安尼人爱离开父母，甲某结连，两人成作一体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，小弟就爱的真谛来简单来分享。夫妻之间爱的真谛，爱是恒久忍耐又够忍受。咱双方还未结婚以前，咱无同款的家庭，生活习惯无同，价值观无同，处理代志的方式嘛拢无同。咱结婚以后一定会磨合，一
磨合当中吼，伊爱忍耐。你若无忍耐，你就是咧忍受。婚姻毋是忍受，忍受到最后，你就会婚姻你无得忍受。啥物是忍耐？忍耐是一个五万的忍耐。忍耐当中爱搁忍住，毋是安尼感觉呢，一直抱怨吼。爱用因子来互相来杀对方。风水啊，多性命，十恁两人结婚，到下先恁的婚姻事实，我配合，经介绍人介绍，双方父母同意，恁两人有意爱，今仔日是今仔所教会，北港教会。会堂举办结婚典礼，恁的婚姻事实所配合，爱三心合意，建立基督徒的家庭，人心所配合的，袂使分开。奉主耶稣圣名，啊！恁两人祝福，恁爱三心三听，正大正实，孝敬双方的父母，得到福气，在世同欢喜。祝福恁两人身体健壮，生育正全的。让家庭美满幸福，求神对天顶赐落甘露，地上赐落肥土，予恁丰衣足食，荣耀主的圣名，加倍赐予恁，予恁福杯满溢。一开始啊，福音传人传上帝过来了后，这个姊妹吼，那长生做遮水着，啊笑容阁吼做阳光的，啊是吼我想着吼大卫，啊见面的时阵，大卫吼交迄个新人的吼，因为看袂出人的，拢无感觉尴尬，啊我因两个就留下吼即个印象哦。每天哦，咱们找时间去倒读经哦，啊，两个拢热线大话哈。最真心的感受就是讲哦，感谢神哦，我拄着新的，因为彼此吼之间会当做一个保护哦，真心吼就感觉讲哦，迄大话真正是足温柔的，啊，佮有一个真诚的心，啊，心嘛感觉讲会当放心对我得力。大话，我先交代讲。你即马在新的一个家庭，不同以往，啊，是讲不同以前爸爸妈妈的家庭，但是爱注意，我可以从这边去看，啊，我是比较好的，我用一张来满足你。我用一张金结勉励这对新人，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学习耶稣基督的爱，彼此相爱，来勉励这对新人。祈求你，福音永远记你，今仔日婚礼内底。神甲众亲友的面前所立下一个婚约，永远无改变的婚约。
也求你保守因一生一世，伫你的面前，伫你的人，彼此来相对待，以你的温柔互相来宽容，用你的真理互相来扶持，用你的赦免彼此来疗伤，永远来同心，伫你圣洁的爱当中。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互相扶持走到今天婚礼，那结婚之后就是是婚姻的开始，那我相信就是我们两个人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神都会带领，那未来请多多指教我。